24 hours later.红茶荔枝酒的检测合格，我装了100瓶，马上要送人了，所以我想摆个好看的全家福留念。没想到剩99瓶了，大家想知道这99瓶都送给谁了吗？第一部分是最早搜集的表格里填写仔细认真、平时又爱喝果酒的朋友；第二部分是评论区的高人们，如此才华横溢，怎能不奉上美酒一杯？第三部分是评论和私信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朋友们。第四部分是对酒有一定研究的朋友，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，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是我的包装过程，各位看一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，欢迎指出。Nice。首先，我将冲洗好的瓶子放入锅内煮5分钟后，再进行一次紫外线灭菌。拿出来后，又倒入了一些酒，盖上盖子涮一下，最后控干水分。装瓶目前我没有分装设备，每瓶都装到目测大概瓶颈的位置，然后盖盖即可。为了防止盖子在运输中掉落，我会加一个塑封帽。由于起订量不够，无法专门定制，所以我买了红酒用的，剪掉一半，剩下的刚好合适，然后塑封即可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热塑封专用的吹风机，普通吹头发用的可不行哦。为了得到大家的反馈，每一瓶我都贴了一个二维码，方便收到酒的朋友在品尝室占用一点点的时间，帮我填写一下反馈建议。贴签完成后，有时候会有一点残胶，所以我都用厨房用纸清洁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四季如春家的厨房专用纸巾，8.9块买了2卷，吸水性强，干净又方便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击评论区，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超值好物了。还有更多爆款好物，低至9.9元，日常多逛一逛就能省下一大笔，超值的。为了防止玻璃瓶在运输中破损，我每次都装入气泡柱。气泡柱邮寄来的时候是扁的，需要打气才能达到效果。以前我都是用打气筒来打气，这次突然想到抽滤机的这个抽气的装置，一头是吸气，那另一头就是出气了。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做一个加长管，直接升级成电动充气，太方便了。以前打完所有的气泡柱要踩1天的打气筒，现在1小时搞定。最后气泡柱装箱，两边封口，大功告成。99位朋友们等着接酒吧。今天开封威士忌泡的草莓酒，浸泡至现在2个月，开盖是很纯净的草莓香，橙红色的酒体很高级，舒适的颜色，入口果味浓郁，像是液体状态下的草莓糖果，后口有一丝烟熏气息，是基酒中焦糖的原因，完全没有辛辣的酒感。之前用白酒泡的草莓酒相比而言更加的鲜爽，白酒泡的草莓酒个人感觉可以打5颗星了，而威士忌泡的这款更加的沉稳别致，完全称得上5星加，简直是个惊喜。